Hello，宝贝们，想起的牛皮菜梗又有活动了啊！是3月1号到3月8号，这个是买500克送100克，它直接加在罐子里了。还有买1000克送200克啊！我只是刚拿回来，还有点冰茶呢，冷冻保存，能存好几个月。你要冷藏的话，也放个月八天的也没事儿。这是一大罐，哎呦，这是1斤的，里面加赠了。就是500克加赠了100克，这个是，哇，量老大了。它里面有辣度可选，有点点辣，正常辣、中辣、什么变态辣啥的，不太能吃辣的，你可以吃点点辣，我吃的是点点辣。吃这种辣的东西上瘾，越辣越想吃。我这刚缓冻，所以说这有点湿，有冰碴子里面。我记得前年特别兴牛皮菜梗，满全网络都在卖这个。趁着活动买特别合适。